我是金变玲，是江天勇的妻子。江天勇是一名维权律师，由于他从事维权工作，我们家被当局长期骚扰。在2011年2月茉莉花事件，江天勇被强迫失踪2个月，在那2个月里，他遭受了酷刑。2016年11月21日，江天勇为营救709被捕律师而被再次强迫失踪。后被强迫认罪，被判2年有期徒刑。2019年2月28日，他刑满被释放，但是当局并没有把他释放。但直到现在，他每天都有20多人看守，没有自由。江天勇从出狱之后，身体一直不好，这些都是酷刑所致。所以我强烈呼吁中国当局让江天勇能够自由进就医，自由探视朋友，自由出入境，早日来美国和我们母女团聚。